武林当中流传着一个传说，谁得到了开山神斧，谁就能得到至高武林秘籍，一统江湖。自从开山神斧面世后，武林当中争斗不休。其中灭世邪尊为了得到神斧，搅得武林不得安宁。小兄，你带着师妹先走。师妹，你带着开山神斧往西峰劈山救母的地方跑。师兄，我不走，我要和你一起并肩作战。听话。你忘了你师兄是谁了？还怕我对付不了那几个小喽啰？还能掉下去？嗯，快去吧。武林大会召开在即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公然抢夺武林之宝开山神斧！谁不知道得到开山神斧就能拿到武林秘籍？你不敢做的事，为何我做不得？就凭你也敢来叫嚣？把开山神斧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武林正义如此，不会容忍你们这些魑魅魍魉破坏我。你没有发现这么久援兵都没有到，他们都被我抓起来了。师兄，师兄，小心！师兄，师兄，商盟主，你的经脉已经被我打断，武功尽失，交出开山神斧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哪怕我只剩一口气，也会和你拼到底。他修了半阶多余术，我们打不过他的。三方师妹，师妹。没想到这么久，终于有人唤醒了开山神斧。你是谁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乃华山山神，自从沉香劈山救母以来，这把神斧就由我来保管。这把神斧不但孕育着武林秘籍，而且有强大的力量。想当年，东邪黄药师，西毒欧阳锋，南帝段志兴，北丐洪七公，中神通王重阳，五人在此斗了七天七夜，就是为了这把神斧。老神仙，老神仙，你快别说了，我现在经脉尽断，已经快不行了，你还是将神斧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一个吧。老夫赐你一粒仙丹，保你不死。这里难道是皇宫？锁刀？什么是锁刀？锁刀你不知道？锁刀就是烂手，一个搓上手好似刀，杀掉了，美得很。
这西风大锁道只需18分钟就可到达西风，而我用轻功至少也需要3-4个时辰才能到达。难道这个世界的人都会飞天遁地的功夫？ 看来我华山派发展不错，竟然有这么多人前来吸引，真是门派兴旺了。你是 NPC 吗？可以和你合张影吗？来看这儿，谢谢。盛元泽，五一的活动都结束了，你还穿着戏服做什么？在下武林门徒盛元泽。 快点，还有很多活呢。小姑，那现在天下太平的，也不需要本门主干什么。真被你给气死了！老盛，别去小姑，哥今天带你做华山守城。好，这华山上还能开小门呢？没想到我刘哥今天还这个隐藏富豪啊！刘哥今天带你风光一把，走。 好功夫，我华山派果然后继有人呐！谁坐一下？看你像个练武的，原来不会武功呀？ 武功俊师呀，想不想恢复？女侠可有办法？那当然。多谢女侠。宁师姐啊，我都怀疑啊，她无意演 NPC 把脑子摔坏了，醒来就说自己是武林盟主。胡说，我脑子聪明。没事，每天让她跟我练3个小时，恢复武功指日可待。小盛，小盛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同坐一座车厢，冤家也能变好友。登华山就选华山西风索道。你看我开的这段云海怎么样？哎呀，真漂亮，在云海中就跟神仙一样。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！ 两位大哥，冷静一下啊！出来玩就要开开心心的嘛，西风索道的缆车发车很快的，大家都能排到，不要着急啊。这功法果然有效，我的功力也在慢慢恢复。开始。谢谢你。
没关系，这是我身为武林盟主该做的。没想到你还挺爱助人为乐的嘛。身为武林盟主，出强扶弱，匡扶正义，职责所在。小盛呀，跟你说啊，我们的监控啊可是全国领先的，尤其是这儿。哎呦，哎呀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那我先送你去医院吧。你还想不想恢复武功了？练功都这么偷懒的。林天烈，哎呀，你女侠也太严厉了。一杯水。谢谢啊。师弟，师兄。哎，真是你！真没想到能在这跟你重逢啊！师兄啊，我啊当时被打伤之后就昏迷了，不过醒来之后啊就来到这儿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们师兄弟啊又可以见面了。师兄，开山神斧你可保护好了。我也记得我来这之前手里是有神斧的，可是来到这之后，神斧就不在我手上。也就是说，开山神斧你带来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在哪儿。是啊，这些天我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神斧，可惜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哎，不过咱们能来到未来这件事儿，一定跟神斧的神秘力量有关。当务之急，我们一定要先找到开山神斧。不急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分头去寻找神斧的线索。两日之后，我再来此地寻你，到时候我们再做生意。好，师弟。嗯，我来这之后，总感觉有人在监视我的御剑移动，你也要小心。不会吧，师兄，是不是你多想了？还是小心一点。好。每当烦闷的时候，我就会做索道上山。要是统领江湖，也能像索道登山一样轻松就好。嘿，又抓到你在这偷懒了啊！今天的会议呀、啊、很重要，可不能迟到。快起来吧。哎，刘哥、江哥、宁女侠，你们也来开会啊？小郑，走了，快走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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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次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任务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对待。为了配合这次的任务，我们今天调来了一位新同事，大家鼓掌欢迎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楚湘云，以后和大家就是同事了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师妹，楚湘云呢也参加这次的接待工作。小楚，你先坐到那边。一记一定要做到每项工作都有专职的负责人。这次接待人员有顾宁安、盛元泽、刘明、宁女侠、江胜，你们共同完成这次的接待。那天我好像在哪儿看见了一把道具斧子。以后像这样的道具用完了一定要收好。师妹，你是我呀？你认错人了吧？来，哎，师弟，前两天我见小师妹了，
师妹，小师妹也来了。啊，但她好像不认识我。哎，对了，我发现了一些开山神斧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据我所知，开山神斧一直都在华山，从未离开过。我甚至还能感应到开山神斧的气息。嗯，挺好看的。哎，对了，看你天天在售票中心忙，还没有坐过滑道和索道吧？带你去体验体验。好，走。这也太高了吧！你知道吗？索道垂直落差894米，这途中啊，一共会经过28个支架，只需18分钟就能从山脚到达西峰。这简直啊，比学轻功还厉害！真的吗？快坐好了，再过三分钟啊，翻过这座山会有大场面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来这两颗巨石从中间裂开，像被斧劈砍一样，女斧劈石。传说中，这就是沉香劈山救母处。哇，你好有文化呀！你给我拍照。好嘞，来站好。这就是要子翻身了，看哥哥给你露一手。哎，我来了。约好的迟一点，你怎么现在才过来？我凌晨4点就出发了，一直爬到现在，我是一步都没敢停啊。节省时间，节省体力，来华山，我推荐您乘坐华山西峰索道。请大家跟着导游走，来这边完成视频构想。大家跟我这边走。你好，这边实名制度票。后面的游客请有序排队，身份证可以提前出示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华山，华山古称太华山，五岳之一，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名山。古往今来，华山的花岗岩地貌和无限风光吸引了许多奇人雅士、文人墨客。然而呢，上万级台阶却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登华山之难，从自古华山一条路，奇险天下第一山中便可略知一二。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另辟蹊径，开辟了一条安全、刺激、风景独特的观光体验线。大家跟我这边请。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吗？华山西峰索道检修一切正常，确认没有问题。Perfect。监控室一切正常。圣元子，开山神斧和武功秘籍，哼，都是我的了。啊，我头疼啊！顾经理，哼，看怎么办？游客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峰，在这边的位置就是我们位数西峰。游客，哎呀，你们倒下了，快扶一下。
小秋，这发生什么？盛哥，这位游客突然身体不舒服，教练也不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事，先把人扶到一边休息。哎，大家搭把手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医生已经坐索道上来了，很快就来。这位先生，我看你脉象皮物不像是有问题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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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生先生。不敢表白怎么办？化身西风索道来帮你。十八分钟的独处时光，助力你的告白。开山神斧，我终于得到你了。绝世武功，统一整个武林，都是我的了。放下开山神斧，乖乖跟我去自首。就凭你这个武林败类，也想来阻止我？今天整个骚乱是你造成的，故意支开我，就是为了得到神斧。你也不算太蠢，但是太可惜，太晚了，阻止不了我拿到开山神斧。维护武林正义是本盟主的责任，想从我手里盗走神斧，休想！少爷子，我来帮你。不用。天啊！谁？谁？师兄，你弄疼我了，我要告诉师傅。行了就好。师妹，你想起来了？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昏沉的，有时候能想起我们过去的事，有时候想不太起来。没事，太好了，师弟现在也在，我们三个人终于团聚了。不过，神斧被人抢走。没事，他抢走那把神斧是假的。假的？嗯，真的被我藏起来了，就藏。真的藏哪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没事，不急。看来当年跟我们抢夺神斧那伙人，跟咱们一起的了。剩下的事情慢慢想，我们从长计议。这是何物？为何如此震撼？这是索道，你不知道？我这五条都撒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开山神斧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至高的武林秘籍，统一整个武林都是我的了。师傅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把开山神斧传给盛元泽那个毫无志气的废物。只有我才配得上这至高的武林秘籍，只有我才能把华山派发扬光大，一统江湖。我那个盛元泽也是一把假的开山神斧，等着我的报复吧！没想到蒙面人竟然跟着我们来到了现代，
也不知道当初追杀我们的人来了几个，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我觉得他们肯定还会找其他机会来抢夺开山神斧。可惜我的记忆还没完全恢复。师兄，我是真想不起来开山神斧我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你的身体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一下师弟。二师兄，师妹，你恢复记忆了？只恢复了一点点，能记起你，但是想不起来开山神斧。真正的开山神斧在你手里，快告诉我在哪里！啊，我就太着急，太想回去了。他怎么知道神斧有真有假？不急，咱们一起找。我也想尽早回去。师妹，开山神斧的事情不用着急，慢慢想啊。哎呀，我手机好像忘里面了。哎，师妹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去找一下我手机。行，那师兄你先去吧。手机，师弟，分不下去，准备醒。那个人怎么那么像那晚偷袭我的人？师兄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上次你说的老神仙有线索了吗？啊，那个，有点什么情况？哈哈，没有，那个小丑见我就是亲切。那刘哥的点球技术可是第一啊，在我心中那是技首相。不错，跟哥再坐一桌。不，那个，我一会儿还有急事呢。好，那哥先走了。盛元泽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姐姐，我刚做完今天检修，都快累趴下了。你就有什么事以后再说，让我休息休息吧。你就这么不耐烦跟我说话吗？我是真的有事跟你说，是领导安排有一个综艺的拍摄。哎，好，知道了，以后后面再说啊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我寻觅了这么多天，我们当年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老神仙，从过去穿越到未来的现在。我记得当时有道白光，然后闪了一下，我们就到这儿了。小伙子，这么久才找到这儿，真是笨呐！和当年那个叫令狐的小子有一拼啊！老神仙，好久不见，多谢您当年的大救人，无以回报。小伙子，看你还挺乖的，不像当年赵匡胤那样油嘴滑舌。我当年跟他打赌，他输了整个华山给我，整个华山唯我独尊。这把神斧一直由我在保管。老神仙英明，不过我们此次前来是想问，我们如何才能回去？只有被开山神斧认可的人，才可以开启时空，回到过去。来，老夫再赐你一粒仙丹，祝你恢复内力，驱散邪魔，重现武林太平。怎么样，师兄？我的内力好像真的恢复了。开山神斧蕴含着神秘的力量，还希望你们好好参透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老神仙。这个老头就不能好人做到底，把我们直接送回去不好吗？韩师兄，对待老神仙自然要心存感恩，剩下的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。好吧。小盛，这有个大任务给你。我刚刚跟你说了，领导真的有安排任务给我吗？两位女侠，都是我的错。什么任务？还
上次综艺节目追星星的人就是在咱们华山上拍摄的，还专门做了咱们的透明吊箱。这次呢，有一档新的综艺要来咱们华山上拍摄，领导让我们好好配合。这次呢，需要两根会武术的上台表演，你跟我去。可以啊，我全力配合。我这张瘦脸脸啊，可是连续五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玉面少侠。来，准备开始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什么时候我才能恢复全部功力呢？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快站站，快站站！你们怎么回事？这样怎么录节目？哎，导演，你先别生气，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。你呢？要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，让那些水军诋毁他。你去吧。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谁能给我一个解释？我当时正在舞剑，然后有一块石头掉在我手上，然后剑锋就偏了。领导，一女侠的身世我们都了解，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好了，网上突然出现很多黑料，说是咱们故意在节目录制中造成事故，让人受伤。你们两个今天开始就给我停职检查。原则，你先跟玉米侠回去。领导这么做呀，也是为了平息舆情，我会一直帮你的。还想上个节目露脸呢，结果工作都快丢了。玉米侠的武功这么高强，怎么可能会犯这种错误？难道？原则，你的工作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我相信啊，领导让你们停职，你是暂时的。这次的事情蹊跷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在你身边。那就谢谢你。原则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。快跟我走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帅，想起来了。开始。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？我跟师兄啊，盛元泽，我都想起来了。上次我被蒙面人偷袭，在最后时刻，我把真的开山神斧藏到柜子里面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。华山西风索道给你无限可能。都说我不好，是我害了大家。宁女侠，在索道你每天都在山顶直播，现在大家都在等你直播华山云海。你工作这么认真，停职肯定是暂时的。哎，宁女侠，你确定你是在舞剑时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吗？想一下。师弟。你觉得会不会有人故意害我？我那天一直在做咖啡啊。哎，要不我们去找江胜文，说不定那天监控我们拍到什么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把千恋江胜给忘了？走，我们现在立刻去查监控。现在倒是会装好人。我最近啊看了个小说，女主每天娇柔造作吸引男主，装病装失忆，真以为自己拍短剧呢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真是哪有事儿呀，哪就有他。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，大
大家都希望拍摄能顺顺利利，为华山西风所到做宣传，大家都在帮忙还宁女侠和师兄一个清白。你在这瞎说什么呢？你没来之前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，怎么你一来又是有人抢东西，又是有余强？你敢说这些都跟你没关系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大家都消消气啊，消消气。你有跟阴阳怪气的时间，不如想想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。师妹，师妹，你没做过最好。你来之前，宁女侠每天都坚持在山顶直播，特别是这次，就是想多宣传宣传。没想到搞成这样。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在现场。你不在，不代表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。小顾，你真误会了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们可以再去别处转转吗？实在不行，师妹，师妹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身手和当年追杀我的黑衣人有点相似？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当时他拉开这身份有差异。你们说什么师兄师弟师妹的，搞得跟拍武侠片一样。是啊，对啊，我先把师弟约上。呦呦呦！我这儿有面吃，别给我加狗粮了。去去，这是。哎，监控我来看，恋爱你们谈。师弟，我跟师妹已经找到了开山神斧，就藏在芙蓉厅。开山神斧找到了。还得是师兄。明日我们去问问。好的，师兄。筹划已久，天助也。吩咐下去，开山神斧一定是我。追赶大师兄，我选蒙面人；追赶好风景，我选华山西风大索道。终于找到了，这下落难的武林豪杰有救了。现在开山神斧找到了，确定要错身而去。我华山派闯荡武林，从不争强好胜，哪怕师父让我守护开山神府，也是为了维护武林。要是罪魁祸首真是二师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从小就争强好胜，没想到如今竟如此丧心病狂。你那边准备怎么样？一切就绪。给我搜！我到，真找不到。废物！竟然真的是师弟，我们走。追！我是这次过来呢，就是专门来看一下新工作啊。另外呢，我也是索道人，我经营索道有30年了。啊，对，我呢曾经有7条索道，在那个湖南张家界啊，在广东啊，在哈尔滨啊，现在在广东江门。但是在索道来说呢，西风索道是世界一绝，
也是我们中国最好的索道了。啊，中国索道是一家嘛，所以我们就过来地宫索道里感受了以后，觉得在中国在索道是排那个前列的。我经营索道30年，我也为西风索道感到也很自豪，也很开心。我特别恐包，但是我做了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对，挺有意思吧？是，尤其那个上站在山洞里面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。对对对，感觉乘坐那个西风索道，就感叹我们祖国的壮美河山。对，真的很美，很美吧？真的。师兄，师兄，放下神斧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师弟，这开山神斧竟对你如此重要。哼，我才应该成为那武林盟主。老头凭什么选你啊？我哪点不如你？我就要得到神符，一天下。师弟，不要一错再错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收起你那虚伪的嘴脸。你帮助弱小难道不是图好名声？你路见不平难道不是为了别人夸赞？你对陌生人友好不就是因为你想找点乐子？师弟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我一定要拿到开山神斧，在化身之巅打败所有人，成为武林至尊。哦，师兄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啊，争斗之后陪我一起做一次化身西风索道，不用轻功，感受18分钟登顶的快乐。师父和师兄对你这么好，你不要再丧心病狂了。丧心病狂？你们不敢做的事情，为何我做不得？我华山派乃名门正统，习武是为了匡扶正义，而非争天下第一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丧心病狂！那玉佩，原来你就是前世追杀我们的灭世邪尊！哼，你们两个废物，现在才知道我灭了半个武林。没错，就是我一直设计陷害你。前世是这样，后世也是这样。不管在哪一世，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你们两个废物，只配像牛马一样活着。这整个武林，就由我来征服吧。你要当天下第一武林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用那么多无辜的人来成就你的功绩。废物，就不要在那里讲大道理了。嗯，师兄，还是停止不了对开山神斧和武林秘籍的争夺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这场武林争斗呢？师弟，收拾我！哼，伪君子！只要我是强的，
谁敢不服我？孟文熙，你疯了！想要别人服你，靠的不是武力，靠的是人心。我就是师父那个老匹夫，肯定偷偷藏了私心，教了你绝招，不然如今以你的实力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？师父作为华山派长，从来做的都是一视同仁。呸！从小到大，我逼你努力，逼你刻苦，你在偷懒的时候我在练功，你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还在练功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？孟文熙，你错了。师兄能做到天下第一武林盟主的位置，怎么说也是靠自己的实力。开山神斧在你手里简直就是浪费。二师弟，你不该挑起这么多纷争的。老神仙让我们到了未来，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天下太平，盛世长安。之前我只想着匡扶正义，除强扶弱，心中只有小爱。到了未来我才了解到郭靖郭大侠说的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从此以后，侠义精神的核心不再是比武谁强谁弱，而是维护人间的正道。上华山，做华山西风大索道，我们一起江湖再见。从前，我只想做一个闲云野鹤的大侠，在我所及之处，平天下不平之事。现在想想，也是狭隘了。在未来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索道修理工。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尽好自己的职责，这何尝不是能成为自己的大侠？我也很想念一起在索道工作的朋友们，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面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好像是神符。盛元泽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？快回来。你说元泽最近去哪了呀？都好久没见过他了。小楚也找不到了呀。又说我呢，好久不见。那你见到元泽了吗？想死你们了。我这次出去啊，是行侠仗义，整顿武林去了。回来了就好，大家都很想念你。哎呀，好久没跟刘明哥斗嘴了，也好久没被宁侠锻炼了。哎，江胜还是那么痴迷技术吗？你又不是离开几十年，大家当然都是老样子了。走，我请大家吃饭去。那你得请客，我要吃最贵的。吃不吃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练武功。啊，宁女侠，我才刚回来，别吧。紧急通知，请各位员工前来山门处集合。